是唔准你离开家门一步。还有你赶紧回甲团书，将这件代志甲文莲讲。伯伯，相公国事繁忙，咱真是要甲交了。袂用的，这件代志若是传扬出去，咱别人会安怎议论啊？我这个做大家是要安怎样做人的？这件代志一定要让文莲亲自登来解决不可。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找到通天官救了我。那是以前还没见我，在短短的时间内，救了低调调中的干心乱斗，就连替爹你洗清冤情，爹你也能含笑救转。小奶奶我都来啦。为什么你敢无甲伊讲我直接等你啊？有啊，因个老主娘都唔准你出门一卡玻璃。少爷，恭喜你呢！听讲大小奶奶已经有信了哦。这件代志我早就知影，你免阁再提起。少爷，啊，这是好事，唔该欢喜才对啊！啊，是安怎？你甲大小奶奶拢咧愁眉不展。你应该做得较安稳才对。你拄则毋是讲，阮阿娘毋肯为踏出大门一卡步，安尼毋着换我爱倒转去，岂毋是有厝内边人发现我？没啦，我就甲你过门啊。而且迄个高丽公主今日来咱家，迄老主娘甲三小奶奶当面无闲才抬戏咧。交给啦。啊！你一路辛苦来报信，家你都唔通客气哦。来来，姨兄，你嘛加啉几杯啊？是，媳妇来，我敬。亲，嗯，多谢你的招待呢。我请你放心啦，王大人即摆已经平安登去北京。真是的哦！啊，我听外人讲。伊即马已经做钦差大臣了，是？是啊，王大人真是皇上的恩宠，伊即马是朝廷的大红人哦。我看过无偌久，伊就搁要升官了。这么厉害哦！哎呦，
这拢是祖先有灵性，祖先有灵性。相公啊，咱文英已经为咱王家功耀门楣，你知影无？对啦，姨兄，秋华姐姐甲红英姐姐因好无？嗯，因真好，因拢伫惊啥事好王代志。对啦，两位，我嘛要带你讲一个好消息。现在大兄昭君也已经在王大人的手下做他的护卫了。啊，那真好呢，相公有大兄保护，大家就能放心吗？嗯，啊，对了，我们没看到大夫人啊。啊，我好家家在房间里面，我可以请你。不用了，带你就不客气，来，你尽量哦，给你喝几杯，来，我们来喝。请来。无论母亲安怎想，这毕竟不是你的不对。只要有适当的时机，我一定会出面澄清，安尼唔就真相大白。你又何必？适当的时机，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要不我就带你离开王家，等到你善后，我再阁带你倒转来，安尼唔就解决了。袂啊，安尼也唔是办法啦。为什么呢？你规天无闲国事，要哪会当为我分心呢？
搁再讲，你若是带我走，阮大家心会误会，敢是永远无法度解决。哎呀，你也要顾虑这，也要顾虑那，啊，这也不用的，那也不用的，安尼我是应该安怎做才好啊？大山奶奶，三山奶奶来啦！啊，又没来啊？你紧走，你紧走啊！哎，无喏，咱代志还未解决了，我要怎样走？迄件代志，另日再讲啦，吼。哦，三山奶奶，你要找大山奶奶哦，我叫哈。哎呀，啊，你是要叫我买遐倒啦？你好。大小奶奶，你要找大小奶奶哦，我来叫啦哈。唔免啦，王婆，我家己来就好。我来叫啦。杨妈，新代志是，哇，姐姐，我二兄要回家，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要交代，还是要写一条回给相公？唔免啦，我无代志。我感觉真神，想要来歇困。一言九鼎，我这一次一定绝对无聊的。你哦，抱迄个心，出迄个嘴，便行到广州，路程大概一个多月。何况伊是大天顺手，带一队人马伫咧赶路，伊哪有可能赶路赶一半，倒转来陪皇上出游呢？这。皇上，客单侵犯边界，我知影，我准备派兵将伊赶走。皇上，派兵逃犯，损军失将，反倒等会害黎民受灾啊！那呢，一力之间呢？最好的办法，派韩琦去谈判议和。
讲到契丹，我就想起就王庆的宝马，这样阵脑的容貌非常好，对当探着伊的特征，岂不是低价低品，必见必胜的？明天又是免掉的，皇上，我想王庆一定会倒转去王府。嗯，好在，老仔仔。这个到王府，那看到王文英倒转来，立刻立功见定。是。姐姐，你的心情我真了解，啊，不过这种代志，着急嘛无路用。阮姊夫伊离开京城已经有一两个月啊，一点仔消息都拢无，是啊，予人足烦恼的呢。对啦，柯小姐，假使你若是有方便，会当拜托你，甲新雄讲，叫伊派一个人去探听阮姊夫的消息。我看是不免啦，有高大哥甲二哥虽然照应，那有甚物话放心？平西大人回府，你看，伊毋是平安倒转来啊。相公，姐姐阁无代志？啊，伊本来就无甚物代志，只是倒转去后头厝，那有甚物通大惊小怪？夏天夏地，哎，阿高大哥，那无甲恁同齐转来？哦，是安尼哦，大人派伊去办一件代志，过几工伊就会赶来。既然拢无代志，相公，恁一路上辛苦，小心来去安排，甲恁洗地。秋华姐姐，恁来去准备。对了，我查询了未？伊离开广州府之前，老夫人再三交代我一张批，叫我一定要亲手交我代理。批、啊、了。高二哥，你一路辛苦，无你的代志，你能先落去休困。是。可是提起这件代志，实在真是事过为难。哎，哎呦，准啊！我卡手袂歹哦，王金姐啊。对不住，何公公。啊，这是。这无什么啦。王金姐啊，啊皇上。劳烦何公公，多等于禀明皇上，
花灯初上，我就会跟皇上会面。对啦，对啦。何公公，啊，这是这无什么啦。王金姐啊，啊，皇上，劳烦何公公多等于禀明皇上，花灯初上，我就会跟皇上会面。对啦，对啦。点敬你一杯，谢皇上。亲的官配现在已经安然无恙回乡了。真好，这次和你回乡去办事事，总算是无白费啊。多谢皇上恩典。哦好，你又过来吧。听，电话搁再问你，你我之间到底是君臣之情，还是友情？要是薄妹之情啊，好一个薄妹之情啊！王庆，你话中有话，一语相关啊！皇上，你想太多了。对啦，朕曾经有想过，你去出巡，短短两个月，朕就安尼牵肠挂肚。假使有一天，朕若等无你倒转来，皇上，这边哪有可能呢？除非也是神死啊！爹咪，你哪会讲这个无吉利的话呢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你不是捌讲过，
生离死别，都是人生必经之道啊。好了好了，咱卖公车，换一个话题。我知，你去给我提遐风景过来。是，慢请。皇兄，你唔通回去，咱要有任务在心呐、啊。对对对，咱爱吃好饱，困好饱，造精神。嗯，好在来听证。是。点，搁再敬你一杯。谢皇兄。酒杯落地，好醉。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啊！心有一个依靠，无定就这处，是咱最后一次的出游。今日出京的时刻来不及了，你赶紧给我准备备吼。是，哦，咱那是搁问起你嘞。我知，一问三不知。嗯，真好。你定还替神做见证人，你看，看什么？顶边也无啥个啊！你叫我看啥？哎呦！Thank you.
是无险来，你带我来这，是为何故？王经理做事实在太糊涂啊！我性命愿意心存赌，誓死做证。小宝宝是危机，咱不能久留，行，赶紧来走。啊！啊，门又搁开啊！啊啊啊！我惊！是什么？行，对这边来。